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洛燕。我是孝安，大家好。我最深刻的是跟我保护的总统的那一场戏，因为他受伤了，我觉得我没有保护好他，所以我在他面前有一点情绪。然后那场戏是我在这部戏里面唯一最重的一次的情绪，就是几乎是要掉泪，要很愧疚了，对于这个没有保护好的人很愧疚那场戏。我的话就是那个报社被抄，然后我们开桌抗议那一场戏，当时候大家没有那么有默契，所以我们在拍桌的时候就拍到凹槽，我的手掌都凹槽这样，然后马哥就很大声的，就是下达指令说，等一下你们大家就跟着这个女生拍，跟着她拍就对了，不要自己拍自己的，要像战鼓一样，就立刻让整个情绪是，她真的超像主任，超像主管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他。我觉得现在拍这种戏跟播国际桥牌社这样的政治剧来讲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从去年这两年开始，越来越多年轻族群会关心政治的议题，大家也会开始去追溯以前到底政治政坛上发生什么事情，演变成今天的政治人物啊什么，他们做事的方式，或者是对国际交流之间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是最好的时机，就是从现在开始。当时候拍这个戏，我也觉得无论观众买不买单，就这样的戏出来，观众就会能够越来越讨论，而且有一就有二。陈瑜认识到现在，大家比较没看到的那一面，就是他有他的傻的跟天真。他虽然在镜头前都是好像很精明，好像很聪明，然后也都很有礼貌，但其实他私底下就很大喇喇这样子。我们一起做了人家不敢做的事，我们在拍摄一个历史，但同时我们也在创造一个历史。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国际桥牌社。拜托了。好烂哦！